能听见不？听见啊，耳朵有麻大的。耳朵有麻大的。哦，哎。哎，我问一下啊，你是哪年当的兵？我是二月将军刘培成队伍刘登大队。刘登大队。二月将军刘登大队，第四兵团就俺这儿抬杠。第四。十四军，十四二师，一百二十四团，一有几炮连，我就这么几点炮。你那个时候是炮兵。炮兵。炮兵啊。你叫个啥？叫个段文德。段文德，姓段。对。你是哪一年的？哪一年出生的？二五年。二五年啊。几月？啊？几月？几月几号？三月二十二啊！你是哪一年当的兵？十五岁当的兵。十五岁。你把我这战车，把我这我是这高娃呢，把我弄死，对面当把我弄死惨死。那在路上叫人背我的，把我背着我。啊。你好，咱坐在那边，坐在那边。对。走。啊，你十五岁的时候，阿姨。你看我，二叶将军，二叶将军啊，第四兵团，十四军，四十二师，一百二十四团，来，我给他拿上，给你照个相，哎，这是个相啊，啊，你的相，哦，二叶将军，十四兵团，你上要当，第四兵团，兵团长太高，你到西也行，把我档案给拿来。你往年的档案拿来。这照片红眼子，你又查了谁给写的？是吧？你看。我不行，我把这年的。年年也没发档案。是。年最起码这个啊。大一年照的。你这应该是，我看一下写是。十九年做活的。十九年在哪儿？在。你这写的。中日交火上面，我归做活。大路通红桥，飞过石头干，哪里有军人在哪里干。不过就是机关枪火的猛，飞机炸弹放在半空中，我们只管冲向前冲。同志们加油干，不管艰苦不管难，为了建国大西南，建国大中国，要么繁荣繁荣呗，我压后边嘛，压后边。那这位面见炒二辈的后路的，这位炒二辈的后路的，300多架飞机起来的，啊。一起来三架，起了三百多架飞机，一个飞机装50个人，啊，坐飞机把他困到躺了，他带着轰的，两三个侦察机轰大西南，给我到缅甸以后只要留个人，住帐篷嘞，就那是反复帐篷，只要留个人，给我坐汽车坐。坐汽车回到宝山，宝山二百人把宝山炸了，把我那部队余下的库里藏了的，我都昆明。那么那阵在连坐，二十一岁，跟我兄弟走云南，走贵州、湖南。给我都走了88天，到湖南临湘县，二百人46年投降嘞，46年8月份投降嘞。
日本鬼子黑良心呀，打到我们东三省呀，一样黑呀，好黑。革命军人个个牢记，三大纪律八号旨意。第一，一切行动请指挥，不就一直才能得胜利。第二，不拿群众一针线，尊重队伍，拥护又喜欢。第三，一切教会归公，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。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，八行旨意句默默写了。第一，说话态度要和好，对待群众没有上挑我。第二，买卖价钱要公道，公卖绝不成霸道。第三，敌人东西用过了，当面归还绝没有失调。第四，假如东西损坏了，俺家赔偿不少半分好。第五，不准打人或骂人，军法行为坚决取消。第六，爱护群众的长家，行军作战是持之以道。第七，不准调解妇女们，流氓袭击坚决要除掉。第八，不准虐待俘虏兵，不打不骂不准收腰包。假如谁把纪律破坏了，革命军人吃饭绝不饶。革命军人自家遵守道，互相战斗一定要做到。革命成功快快就来到，一二三四。1, 2, 3,